有人被判13年，谁关心？但是还是上了他们的热搜。有人传唱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朋友圈满屏都是，却只能上冷搜，而且是又冷又搜。冷的是咱们的命，搜的是他们的心。什么心？天天高喊正能量的良苦用心。比如说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是，这是正能量。离开了谁，地球都能转，这是负能量。锅里有了，碗里才有，这是正能量。没有端碗的手，哪来掌勺的人？这是负能量。你怎么连领导、专家、老师的话都不听了呢？这是正能量。我爱我师，但我更爱真理，这是负能量。没办法，大家不都这样吗？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，这是正能量。大家都这样就正确了吗？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，但是都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需要你我共同去思考和寻找，这是负能量。如果改变不了环境，就适应它，适者生存，这是正能量。即使改变不了环境，也不能被环境改变了自己。做不到为苍生说人话，起码也不要为大王唱赞歌，这是负能量。这些营养丰富的心灵鸡汤啊，谁喝谁健康，一口醍醐灌顶，两口人间清醒。如果能喝上满满一大碗，那这辈子幸福都围着他转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空气中处处都弥漫着正能量的味道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理解，都可以包容，没有假恶丑，只有真善美。厚德载物，上善若水，满世界都是高大上，到处都充满了正能量，自娱自乐的小日子要多棒有多棒。这种鸡汤您以前喝过吗？以后还会喝吗？您觉得呢？我是丁风波，下回咱们接着说。